桌子上有一些表格，请你认真的停下来，让教会的弟兄姊妹和朋友们能够继续的关心你们。这不是一个广告，这也不是一个所谓的跟你拿那个直销的地址，不是，而是希望我们用爱继续的爱你们。为什么？因为今天我们在这边邀请你信耶稣，既然你领受了，但是如果我们跟你们从此以后断绝关系和来往的话，那就说不过去了。所以我们教会是非常认真看待你今天的领受，我们很希望你们继续的跟我们做朋友。来教会的家，让你的生命多了一个属灵的家，让你的家生命有祝福有平安。所以继续的欢迎你们到教会来。今天晚上吃饭只是一个开始，明天很多很多天，每个礼拜天都有上帝祝福的地方，让你能够领受神的爱，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了，好不好？跟着另外一个报告说，等一下在外面有人说有没有我的 CD？ 有，我的 CD 在外面也在售卖。等一下呢，会把这个价钱表也打出来，大家稍微看一看，用你的方式来支持我们基督徒。我鼓励你，你用这个方式来支持我们的工作，让我们可以做得更好，做得更远，做得更多。谢谢大家给我们的爱心和支持，请用掌声归给我们的神，好吗？谢谢各位的时间，谢谢各位，再见。